觉得早一点隆乳可以早一点漂亮嘛，就觉得反正女生要多爱自己一点啦、啊。对，如果我到了年纪很大再隆乳，就觉得好像美丽不够及时的感觉。最大的感觉毕竟是心里的自信不增加嘛，对不对？女孩子就是要漂亮的。嗯。不过我在网络上有观察过她的就是评语，就是她的每一次的每一个经历，然后我发现她是一个非常经验非常足够的医生。像我观察他在高雄，他的可能他的就是整形的资历可能也快要30年了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信赖他的。而且曹医师的态度让我个人觉得非常亲切有安全感，所以我觉得我选他应该是没有错的。如果要漂亮，要及时，趁年轻保养漂亮，不要等到年纪大的时候。